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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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万长各菩萨大家早安。阿弥陀佛。我们请翻开480页。第428经，好，我们一样把那个文先念一次哈。如是我闻，一时活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当修无量三摩地。好，如果那是真心哈，的想护他呢，如如不动，所以伊这修无量三摩地哈，照讲开始用种种的方便法，得去产生那个定、所以这无量三摩地、当然不是直接讲真心，也是借种种方便 来入一个真心的定、所以帮忙专心正念、所以者何？修无量三摩地呢，专心正念之后，如是如实显现，这才是真心啊。就是讲吼、有定了，才当如实，把种种的迄个实相吼现出来。再来，如何如实显现？那就是呢。苦如实显现，即灭道如实显现。佛说此经理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进前都讲过吼，无住而住真心，这才是正定。
正知爱无助了哈，而安住底下真心，这是正定。哦，啊，进前还有正念，所以八正道上尾啊两个就是正念甲正定。对，八正道上尾啊两个就是，就正念甲正定。但是这正念进前有一个正精进，哦，正精进也叫做正方便。而且呢，这正方便吼，有两个重点，就是爱因众甲无间吼。方便啦吼，方便这都，方便就是咱拄啊讲的无量三昧啊，无量三摩地，帮忙有正念，啊最后得爱住真心，对，所以方便就有无量，啊迄拢是啊名言假施设功无量三摩地。哎，透过这两个意思吼，因众跟无间。这因众啊，在理上，哎，爱达到最高的哎理，喏。再来无间的透过四行来达到，哦，所以正方便吼，有在理上吼爱想怎样，然后吼，不间断的达到，迄个念爱足清楚的哈，啊正知住，包括。卡苏那一定得一直加佛，这中间吼，拢一定爱利爱成灾，啊，再来透过事情一个突破到最高成佛。所以吼，每一个所在吼，拢袂使住的。因为人的心吼。有以外靠最表层的，甲入去上内底做歹解的内性习性，哦，所以伫个次第上吼，一定爱做表层的迄个初的上爱先突破，啊，甲慢慢啊吼，入去内性，啊，内性若突破了，迄个傲慢较会无去。所以等下，迄经根本就你就咱就看得到啊，伊有无量方便加啥物，加次第入去，哦，入去最亲近的感觉，就小佛安尼的感觉啊。所以有两个所在要注意的，就是分别心加分别性。这两个意思无同，因为分别心是妄心嘛，哦，啊，妄心有啥物现象呢？就是就是去见转去叫做妄心嘛，哦，而且是讲咱这个咱个这个意思讲叫做课程哦，缩量啊，
课程所导动哦，叫叫外口的景色去。爱注意这两个意思哦。这顶的是吼，代表摇动。啊，予人的心吼，无多安住。所以这课程吼，都甲这两个意思都要对应的。外口的顶吼是摇动的，所以你袂使住的。啊，你对外口顶无住了，心在动，如不动。啊，你若毋知安尼吼，你就有可能吼，对外口的顶吼摇动，啊，心就无多安住，啊，心无多安住叫做客，哦，毋是主人啦。哦，人就讲啊，人去对待吼，做人客吼，或者是去旅馆吼，迄个照住，啊住了吼，因为迄旅馆都是咱都是主人，啊所以无可能永远住在遐，所以常常拢在看物件、看看嘞，在对咧走安尼。对团队走吼，所以修行吼，一个重点就是吼，咱免啊，卖常常对这顶来走，会当家己做主啊。啊，所以家己做主的性叫做安住性，或者是吼，人讲迄叫做坚固性。所以人老安住的坚固性吼，有足侪好处吼。我比这个例给恁听吼，这个分别心嘛。比如讲吼，我那是咱四周围的环境，有可能足安静的，啊，无人来吵。啊，这个顺吼，爱禅修吼，自利，所以呢，会当现法安住，现法乐住啊。但是吼，咱不一定哦，处处拢有这款环境啊。所以有那时啊吼，咱爱应这款环境啊。所以那底下人侪是人的时阵，都较无遐安静的嘛。但是这个时阵吼，咱的心内当如如不动哦。会当知影吼，讲法利他啊，算咧吼，这原来是一款的主啊吼。其实正法救主啊。您感觉心会当现法乐住较重要，还是老菩萨会当正法救助较重要？正法救助。啊，这都无重要。
因为吼、哦，你没有正法救助吼，你嘛都爱现法落助啊。啊无吼、哦，咱个心吼浮动足厉害，浮动足厉害哦，你嘛无法度有正法予人啊。所以咱要有正法予人吼，咱本身嘛都爱吼做安住的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人的那个坚固性和、哦、持久力很、哦、重要，他正方便来、哦、那很多经来练练，很多经来磨磨到尾了、哦、那妄心不起，妄心不起他自然就有安住、啊、你有法安住了、哦，你要讲法还听吼，才有法度吼，我四周围的迄个，人讲心净则啥？国土净。所以心净国土净了，自然迄法度我都救助落来。啊，所以修行人吼，心若无都安住吼，才有法度我都救助落来。但是吼、哦，这两个所在，不一定得一个会先碰到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我时啊会碰到安尼，有那时啊碰到安尼啊。安尼，恁感觉得一个爱先啊？是不是辗转啊？辗转增上啊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啊、哦，所以这两边吼、哦，你都袂使先偏一边的呀、啊。先偏一边吼、哦，得啥物？得课程所扰动，安尼了解无？这两款你都袂使偏一边的呀、啊。你若偏一边吼，这款心就出来啊！什么心啊？安尼知吼，分别心嘛。你伫这顶关，你已经起分别啦，你家己唔知啊。所以我问你，这两款环境吼，你较爱倒一款啊？您开看，您开的这款呢？哎，阿奶拢无声音，拢无爱，阿达婚礼啊！我静我爱静啊！你静我爱静。啊，唔系啊，未静啊，心未静啊。心未静，心未静，伫只嘛未静啊？啊，唔是心未静，伫只就会静啊？啊，所以就是心未静，才拢即个拢会走出来，分辨啦。所以心未静吼，这两款吼，唔是拢爱啦，嘛唔是拢无爱啊，叫做吼拢接受啦。啊，为什么啊？拢爱甲拢无爱吼，两边啊。两边吼都变啥贪嗔呐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两边拢爱啥，拢爱接受，但是吼无受啊，啥接受无受啊？有受就是吼、哦，介意一边叫做受啊，所以接受无受啊。叫无助啊！安尼咁跳，哈，两边拢接受啦，啊，但是吼无受啊，为什么啊？啊，迄个定啦、啊，所以我刚才甲恁讲，这定吼、哦，
唔是这较是定啊，这唔是定啊，两款拢定啊。安尼敢知？所以两款拢定吼，两款你拢袂使叫以为啊。这法律清无啊？啊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这练这些功夫啊，啊，你对这拢啊足清楚的，你才知影讲，我要哪掌控较好啊？哦，所以像咱来讲吼，迄中观的正见遐重要。因为吼、哦，因为你若对这道理无清楚吼，你啊，所以先那个叫做因种，你爱足清楚叫因种啊。啊，说咧吼，立言对境的人叫做无间呐、啊，这叫做啥？正方便呐、啊，也叫做啥？正精进。你看，加一个正。先啊，一正进来啊！哦，你因为你无可能讲我期待啊，得一款先出现，那无可能的啊。因为有那些环境在变动吼、哦，你无通个永远安尼啊。哦，但是吼、哦，咱希望得一。倒一搭会当永远安尼啊，这样。希望真心吼会当永远安尼啊。这好练啊，歹练啊，足歹练啊。啊，这练这个功夫啊，真正个功夫啊，你对这法拢啊足清楚的。你较知影讲，哎、欸，我的感觉是不是，就是没有问题的、啊，好、哦。所以这两方、这两个所在，若聚焦了吼，你度法度应机度化利他。所以大乘菩萨吼，还佫有一个所在无同的是吼。我都理他，啊，真若无计较吼，你无通去理他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吼、哦，南面偏济就是偏济啊。啊，你若任何有偏吼，叫做随境缘。随境缘的，你的心吼，你的心已经去境里去啊。啊，咱的心若去境里去吼，这心，这个心就失去啊。所以这两个内底吼，倒一个是真的啊，这个是真的啊。这是希望的呀，所以这个才是真的啦。所以咱来当时时刻刻吼，未去有境界去吼，练出来的性叫做啥？安住的坚固性。伫禅宗内底讲，迄叫做啥？开悟见性啊。哦、所以唔再讲吼，迄什么，法吼足深的，啊足歹有法度练出来，这叫见性啊。哦，所以最可能性吼是无空的啊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吼、哦、无始劫以来吼、哦、累积出来啊。凡夫甲外道吼，
会出现吼五蕴是啥物原因呢？就是吼，伊毋知一切法吼究竟无。无自性啊！啊，唔知究竟无自性吼，嘛唔知真心的坚固性啊。所以见性啊有两个条件，是第一个条件就是遮，第二个条件就是遮。这个条件对见讲的，所以吼、哦，对这款见也好，对这款见也好，全部拢，人讲吼，未使爱啊，未使无爱啊，人爱啥？接受，而且吼、哦，接受了无受啊，所以接受无受是因为咱了解一切。一切情况啊，无自性，所以一切性无自性吼，你就袂注意任何迄款你有偏差的感觉。所以有偏差的感觉叫做啥？分别心嘛。所以你会伫这点关吼起分别啊。啊！你会伫即边往气氛变吼，早晚吼，你会出问题啊！哦，为什么呀？重啊！好、哦，啊，出问题的原因就是大，这就是大海啊！啊，这就是吼、哦、大海顶端的泡沫。啊，所以呢，出问题的所在就是大海你无爱，结果吼、哦，你去掠海上的泡沫啊。啊，我问你，你咱每一个真心拢吼、哦、大海无量功德哈、哦，结果你无爱啊，啊你吼、哦，四界去掠海上的泡沫。安尼是咪吼，亏很大。好，是不是亏很大？是。哦，人讲迄叫啥？颠倒啊！啊，有个人就是未了解这吼，会做足侪颠倒的代志啊。啊，做着足侪颠倒的代志哦，苦就爱开始来啊。这叫做啥？苦圣地要如实知啊！安尼，敢听？安尼若唔知吼，颠倒苦都爱来啊，还叫做不如实知啊！哦，所以你看，敢若一个苦要如实知吼，我知。这理要足通呢，这理若无通吼，迄苦我都如实知啊。这苦我都如实知的人叫做见道啊。啊，禅宗讲迄叫做啥？见性啊，或者是讲迄叫做开悟啊。啊，那菩萨吼。会当见性的时阵吼，佫有法度理他，为虾米啊？因为吼，伊的心就袂去互这见掠伊啊，啊袂去互见掠伊吼，有法度对这两项应机啊，啊有法度应机的时阵吼，伊安尼的时阵会当吼现法得住啊，啊伫咧人济的时阵吼，佫有法度讲法理他。
所以主理也 OK， 理他 OK 啊。啊，所以就用这两个哈，累积哈无量的福慧啦，叫做哈，福慧两足尊呐。这边慧啊，这边哈福啦，所以叫做哈福慧具足。两足尊呐、啊，哦，那一般的人就是吼对这唔知啊，啊对这块的业感吼啊体会不出来，啊所以吼、哦，课程所动的时阵吼、哦，妄心造出来啊，真心都啊失去啊。所以咱常常听人讲失去本性，啊，失去本性就是大海无去啊，啊，大海无去啊，就变成亏很大，因为大海是啥？不空啊，迄毋是海上的泡沫，海上的泡沫吼，迄叫。空洞，哦，所以您讲吼修行有要紧无啊？有人讲哦，这真难，吼、哦，真难吼，嘛在练到熟啊。有人讲哇，师父爱三大阿僧祇劫呢，我甲你讲，无修愈惨，一定会变愈惨呢，绝对是好袂起来。哦，所以这款的迄个发看话叫做福德性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内底讲吼，恢复得多啊，所以这款道理若清楚吼，你讲咱的人生的价值观会变未啊？你讲人的价值观会变未？这个犯了灾啊！咱人生的价值观的变没啊？绝对变的啊！变了就会搁颠倒没？都没啊！所以见性的人没颠倒啊，因为价值观拢变过来啊。所以迄叫做啥？福德性啊！唔是吼、哦，福德多啊！但是吼、哦，你讲这两个吼、哦，倒一个较要紧呐、啊？当然嘛是，这个较要紧呐、啊。这修行哦，爱先求这款质啊。咱希望咱的地主也是，咱希望咱的信众嘛是吼，这款真爱生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款真出来了吼，才慢慢啊来累积这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咱讲吼，这福慧爱相修嘛，对吧？啊，这若积足啊，啊，过来增加这，安尼都。搁较好诶，迄个利益啦，为着要利他嘛吼，所以吼，就我都安尼啊。破
之不立地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讲吼，咱若感觉咱无执着吼，咱会当甲点破，点破了吼，伊较袂甲咱吼为敌啊。哦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吼，咱嘛爱加减啊，甲人结善缘呐。这福德是福德多是安那来？结善缘来啊！哦，你讲结善缘上个方法是啥物方法啦、啊？有一种方法，就是你若吼无法度讲法互听，啊，你着吼去大聊，加煮寡迄个素食，甲人结缘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要累积这福报吼，爱学会晓煮菜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吃人嘴暖啊。是不是安尼啊？所以咱是不是要尽量甲人结一款好缘啊？啊，这若结较济吼，是毋是咱若咧讲伊啥物问题的时阵哦，伊袂扣因人啊。啊，咱若无甲人结这个缘吼，我讲咱若想要讲伊点伊个问题哦，伊一生气哦，拳头都过去啊。啊，若无就是吼。我讲台湾即马有台湾佛教有一寡瓶颈呐，啥物瓶颈呢？就是吼、哦，迄第四代罪啊，啊个网络啊侪啊，啊所以吼、哦，都免接近师父啊嘛，我当初来看就好啊，或者是讲吼、哦，我若偶尔去接近师父。啊，师傅都唔敢甲骂啊，啊嘛唔敢甲点啊，什么原因啊？因为吼、哦，你若甲骂吼，我讲我虽然吼未回你的嘴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心内安尼想，老子明天不来了。嗯，啊你啊，咱来想看麦。那这道场大啦吼，哦，啊，说咧吼，内底若带无几个吼，啊，是毋是足欠人诶？啊，足欠人诶吼，咱也要希望维持这款道场诶运作，哦啊，咱就开始吼做铁探门店啊，加铁瓜，啊，加铁瓜了吼，是毋是家庭都需要扶持啊？啊，食清需要扶持哦，对信众爱较客气的面。啊，佫说咧吼，老子明天不来了，啊，你就害啊。所以吼，这叫做啥？这个苦地吼，如实之啊。啊不吼，本来叫做啥物苦集灭道如实之，但这都唔知是咩呢？这是要来开悟就好啦。哎，所以一个修行人吼、哦，爱苦地如实之啊。哎，爱吼、哦、爱吼吼迄个。迄、那个佛弟子还是吼信众吼，主动吼，他会来接近你啊。啊吼，要互伊主动来接近你吼，都袂使互伊小自由啊。为什么啊？自由噶吼，啊我都免去寺庙，反正电视开了就有啊。所以这就是台湾佛教的啥，的瓶颈啊！所以咱爱哈如实之苦地。
哎，您您刚刚我讲讲，我分析这有道理吧？哈？有。哎呀，那还招声啊？好，啊，这拢清楚了吼，咱行路还较正啦。啊，无吼会足危险嘛。所以吼，这世间是啥？险道啊！哦，这小小看吼，小看有闪失吼，大海就无去啊。小看有闪失，大海就无去啊。啊，所以吼，咱要累积到这款吼，这款无量功德不空哦。哦，这相当无简单呐。但是吼、哦，无修吼，啊，搁较惨啊！诶，一定是一世比一世搁较啊，搁较惨的吼。为什么啊？因为都拢变安尼啊嘛，啊变安尼都拢乌魂大条的啊。对代志吼，都袂看袂清楚啊，无都如实啊。喏、哦，诶，所以吼、哦，诶。免啊安住一个真心，足重要。啊，这过程内底有足侪应机的方便啦。哦，这应机方便吼，拢爱照这理来啊。啊，毋知叫做无量三摩地啊。这无量三摩地，毋是咧讲这个呢，毋是咧讲真心啦。真心那是到尾的时候，才叫做正定，如如不动。哦，所以什么是无量三摩地呢？这靠我到无量三摩地啊！啊，就是吼，你独有我讲空啦，你独空我讲有啊。啊，为着就是要帮助你吼，会当定啊。啊，你若听袂入面吼，你要定就难啊。所以吼，菩萨伫定地以上吼，开始都爱吼，都爱紧啊，毋是干呐惨尔。所以真正想要根基的人一定是根啊，不是惨而已。什么是惨呢？就是一礼拜来听一次，啊，其他时间吼，就哪散了了去啊。哦啊，想那他呢？啊，因为吼、哦、台湾都足自由的，宗教非常自由，哎，网络啦、啊，电视台呀、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要紧的机会吼、哦，足少啊！哦，啊，算咧吼、哦，较清楚的人吼、哦，更唔敢甲你点啊，因为吼、哦，甲点一个你偌走去啊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什么是紧的根基？就是吼、哦，点你袂走，啊，迄才是紧的根基啊！啊，先啊，有人吼、哦，红点吼、哦，佫会欢喜，佫袂受气，啊，佫会依教奉行。啊，依教奉行才有算啦，无依教奉行哦，无可能啊。为甚物？点者你都袂欢喜，佫刷咧，我要佫讲咩？哈、啊？我若甲恁讲者，恁都袂欢喜啊，我会佫讲落袂？
没啦，我跟你说下去啦，我都自讨没趣的。所以是这款经的经济的人吼，是不是吼？那心爱足以为啊。所以吼，得定地人心较油啊，因为吼定地见性啊。心较油啊，这个所在叫做紫观双运。这观紫观三蕴是安哪来？无量三摩地嘛，一心三观，无量三摩地来。所以无量三摩地吼，是为着要予咱吼紫观三蕴的。哦，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吼，咱还袂修行以前，就是一桶落的水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桶落的水吼，你心爱有沉底啊。所以紫观双运就是吼，这汤落的水已经沉底啊。啊，沉底了吼，顶管是不是清啊？啊，清啊，内外是不是就看有啊？所以内外看有的时阵，就感觉哎，家己的汤底该是还佫有黑，佫有刷还袂去掉的。所以吼，人甲咱点的时阵吼，咱就会欢喜，咱就接受啊。为什么帮助人吼、哦、去沙存水啊？啊，像那你的水若无甲沉底的时阵吼，无适合用点，就因为吼、哦、你的水甲土还佮加做伙，加做伙是毋是足无明的？是毋是加做伙足无明的啊？一定的嘛。家做迄无明吼，我甲你点的时，你会接受未？当然未接受的，一定反弹的嘛。安尼了解吼。所以吼，啊未立信为以前吼，点未行啦。因为水还佫落的嘛，啊，刷嘞吼，点嘞佫会受气啊，点佫会受气吼，人就唔敢佫点啊啦。哦，那上没遐自讨没趣呀、啊。哦，所以菩萨啊，点地以后吼，迄就无共啊，迄活菩萨哦，二十四小时拢应机对的，为什么？伊刚刚吼，这个，孺子可教也。啊，孺子可教也，伊是不是把它当作是啥？都是弟子啊，叫做啥？佛子啊。所以阿未定地，拢毋是叫做佛子啊，定地了叫佛子啊。为什么？孺子是我真子也。哦啊，所以伊就开始吼、哦，一直帮忙他，一边帮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种姓决定了嘛。所以吼、哦，要升分吼，机会就来啊。所以吼、哦，我问您。要生活的关键是不是在这？是不是在这？啊，根基是不是在这？啊，这就是什么根基啊？我说这样有清楚没有？哦，这叫啥？如实知啊。
如实知哈、哦、苦集灭道啊。哦，啊你刚才想看麦，刚一开始苦都看无啊，啊一耍嘞头我都点了，他灭那我都灭道。哦，哎，所以吼、哦，一心三观吼、哦，就是无量三摩地的方法。哎，为着要安那，为着要成安尼啊。先理路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菩萨登地要理路啊。啊，搁算来呢，事情呢，所以合界叫做观行啊。好、哦，这是要做啥物用的呢？三观会当互人有这款定力。这定力是安尼出来的。比如讲吼、哦，你这两边咧偏的时阵呐，啊善知识会甲你点，啊点的时阵吼、哦，你偏这边哦，菩萨甲你救过来吃，你偏这边啊，菩萨甲你救过来吃，安尼吼，你是不是渐渐啊吼，心得当安住啊？所以迄叫做啥无量三摩地，哎，了解吼、哦？所以吼、哦，无量三摩地了的啥，得慢慢啊，慢慢啊，无量陀罗尼啊。啊，这陀罗尼吼、哦，甲啥物系无共呢？甲这无共。前程影像是怎样来初闻来的啊，所以这个初闻、哦、根本不是我，为什么啊？它是希望心来的，知道吗？比你较悬的人咧，甲你点的时阵就是吼，要甲你的希望心扭倒转来。啊，扭倒转来吼，你就较袂出现这款的初闻。哦，所以有人讲哦，既然吼前程影像初闻非我，啊那安尼是不是吼，啥物代志过去都甲袂记的啊？啥物代志咱？过去搁还袂记是啥物情形呢？是哦，已经老啊，还叫老年痴呆出来啊！啊，大海啊，大多我拄啊锁匙藏喺底，都袂记。啊，大问咩啦？你咪？哎，我最近捌发生安尼，所以，我看哦，我已经超过50了，所以这款现象一慢慢来要出来。啊，无吼，我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偌好个，那有那时啊，我感谢我的爸母哦，甲生这，啊，无你看咧，我咧讲这个时阵，拢唔免记嘛，对不对啊？拢唔免背，我这边免背，啊，看过就知影，啊。应该是吼记忆力袂歹，但是记忆力袂歹，迄是咧应付考试的啊。迄是咱这夜报题啊，爸母生咧应付考试的。但是吼头脑里唔是安尼啊，头脑里是吼发布新出来吼，一词不忘啊，一个总词啊。迄人是发布新出来有款总词啊，啊所以吼。迄陀螺尼哦，袂因为吼，迄老年痴呆的来变化，袂安尼啦。
您有哪时候一讲上啊师傅吼，即摆记忆无啥好啊哦，可能吼、哦、迄个功夫都散了去，袂啦，迄功夫甲法报身有关的，迄个这个业报身吼无关系，好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前程影像取运挥我是咧讲啥，是咧讲吼，因为吼、哦、甲这个法相应。正念正地主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分别性种种出来，所以这款的性吼、哦、叫做啥陀罗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款的无去啊，所以这款的前程影像叫做啥分别心。所以陀罗尼是安那出来，哎，无分别心，啊，一词总词不忘。的功夫，所以那种功夫是啥？不是空的啊。你刚才真正密教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咱过去吼、哦，下节开来讲好。